锦之夏，原谅我。我曾因你病吧。我却被电吗？锦之夏，对不起，见见我吧。好，我不开车，我坐地铁。真是。 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不是说你有话要说吗？你现在可以说了。好，我很真诚地告诉你，我并不是要去河北玩，我当时只是想借机气一下你，看你还在不在乎我。你应该知道我心意了。我现在能理解为你在跟我示爱，想挽回我。你是要答应我的吗？ 我今天约你出来，也是有话要当面和你说。我有男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你也认识的。我认识。好，那就出来。好久不见，傅泽一。 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。我希望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因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